你这慢慢的了，眼都动白了啊！哎，小心手别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干嘛呢？这个过年需要几瓶呢？要。那几瓶都。那烟都冻坏了。嗯，冻白了哈。 一会儿就行了，一会儿就缓过来了。管吗？管。他眼珠变黑了就行了，眼珠现在白的。哦。嗯。能还原是OK的。对，能还原可以。来。我这个。哈哈哈。嗯。没。 变黑了，你看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变黑了。嗯，你看，慢慢开始变。嗯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哈。行了，嗯。冒泡了。冒泡。这才就是2分钟多。是吧？看到哎呀，该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你看，你看。我了。你看。这个要冷冻时间长就不能喝了。 你要保存1100多度保存，那就100多度，负100多度保存就行。保存，你看那个冬用什么脐带血、金链，都冻那么40度，是吧？以前金银都是都用一件的，对啊，金子。这就是这个原理。啊。行了。很秀气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好好好。 上次那个鱼有点收藏，拧不掉。上次效果没这个好。对对，这个很明显，看鱼越大了效果越好。嗯，我的也懂。我们冻鲤鱼，冻泥鳅，都做过实验。嗯。